大家好，我是 Winga， 我现在跟爸爸要去草场里面去看看大羊羊群啊，那里面可能有下羔子的这个羊。下午的时候天气就是变冷了，还有下雪的这个意思，所以我们要去把它那个小羊羔给带回来。看，正在已经开始下雪了，我们要开车去。赶到羊群那边，也是用的这个兔兔来，但是读的时候兔来兔来兔来这样子的